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字读和写第32集。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句子，我是姐姐，我弟弟今年10岁了。姐姐是 older sister， 弟弟 younger brother。这是一个家庭树 ，is a family tree. Here is 我，这是我，我的爸爸 ，fourth tone， 爸爸，我的妈妈 ，first tone， 爸爸的爸爸。爷爷，爷爷 ，second tone， 爸爸的妈妈，奶奶，奶奶 ，third tone， 妈妈的爸爸，姥爷，姥爷，妈妈的妈妈，姥姥，姥姥 ，third tone， 这是爸爸妈妈的。儿子，这两个是儿子，这三个是女儿。我 ，older brother， 哥哥 ，older sister， 姐姐 ，younger brother， 弟弟 ，younger sister， 妹妹。这是这一次学的字，春，春，春，夏，夏，夏，秋，秋，秋，七秋，秋，冬，冬。季，季，季，季节，季节，季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笔画。春，春，春。这是春字，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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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夏字，秋，秋，秋。秋，这是秋字。冬，冬，冬，这是冬字。季，季，季，季。这是季字，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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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节字。这个字，生，生。这个字，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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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长是 polyphone， 长。这个字，收，收，收，这个字。
藏，藏，藏。这个字读长，这个字藏，长，藏，长，藏。这个字藏，藏，藏。这个字长，藏，长，藏。长和藏也是 polyphone。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笔画。生，生，生，这是生字。长或者长。长，长，收，收，收，这是收字。藏或藏。藏，藏，藏，藏。这是这一次我们学的词或者句。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是四季。春夏秋冬是四季。春夏秋冬是四时。春夏秋冬是四季。春夏秋冬是四时，四季也是四时。They're the same。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句请大家注意 CH SH ZH SH C， 所以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句生长化收藏，生长化收藏，生长化收藏，生长化收藏。最后一句，节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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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练习花和四季。春，桃花，桃花，桃花。李花，李花，李花。杏花，杏花，杏花。这是桃花、李花、杏花，是春天的花。
夏夏金银花金银花夏金银花是夏天的花秋秋菊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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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秋天的花冬梅花梅花梅花是冬天的花下面我们练习之作为偏旁的字和词一支笔一支笔笔 thirtle 一支笔九枝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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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枝四枝注意这两个 S 和 ZH 四枝四枝四枝记这个字念记不念枝这三个念枝这个念记技术技术技术科技科技科技今天的中文字读和写第32集就到这里，谢谢，再见。